造孽吧！这武功上爬的，你看，都爬成这个样子了，摔跤了吗？你们这是，摔跤了吗？还是反穿呀？我靠！我们电车又堵在高速上了，然后那油车全都亮着灯。嗯，我开了车，现在只敢亮一个屏幕，其他全黑，车灯我也不敢开。前面的特斯拉跟我一样，也是车灯都不敢开。我们去看一下它里面是不是也全黑，也是全黑的。油车全都亮着灯，我们这电车这都纯黑，都把电全都关了，都没续航了。你看这车里面黑的。塌房哦，下波一前冇人到影响你哦。塌房哦，下波一前冇人到影响你哦。网友拍摄视频披露，山西横山景区知道有落石，并在落石处立了一块牌子，落石路段快速通过，但景区却没有修复，仍让游客通行。结果在5月2日就在此处发生落石，砸死一游客，另有5游客被砸伤。我靠，刚才这儿我靠有树，我靠树，我我们下一个景点，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九门口水上长城。到景点之后就半个小时停留时间啊，抓紧时间上厕所，抓紧时间拍照啊。半个小时那能干嘛呀？那长城长城多大跟你没有关系啊，多大你也进不去的玩意儿，你就搁外边拍拍照，证明你来过就得了。那你外边拍照，你不能长非要在这长城里头啊。世界文化遗产，国家五A级景区，那门票得多少钱呢？进口花多少钱来的不知道吗？下车之前啊，每人一个桃，是不是都说渴了都累腾了啊？当地的黄油桃特别好吃，5块钱一个，每人至少买8个啊。下车之后以交费为准，交费了你就下车拍照，不交费你就搁车里等着，车上没有钱有啊。5块钱的桃咋的？5块钱8块，8元1斤呢，一个你这别人都5块，你8块，小一块你别下车，搁车上待着。你那桃保熟没？不保熟，不保甜，就这价，不买不行啊。别那些话听没有？我发现这批游客话诊都这么密呢，买个手机通过录的啊，手机放下不用录啊，自己花多少钱心没点逼数吗？1986天59还管饭呢，放下吧，录也没用，哪告不能使啊，就半个小时时间，抓紧时间上厕所，别老拍照啊，没时间等你，特不等人，到点就走啊。这也太不人性化了，能丧良心的。丧良心？那没有点泯灭人性丧良心的精神能干了这活？抓紧时间啊，带好贵重物品。天气之下冒头拍照，谢谢大家配合，大家有序排队，文明打卡，严禁蹲下、抱头拍照等不文明行为。严禁蹲下、抱头拍照等不文明行为。谢谢大家配合，大家有序排队，文明打卡，严禁蹲下、抱头拍照等不文明行为。身份证随时查。
我在首经贸地铁安检的时候，因为我的行李箱上贴了这么一个贴纸，我被拦了下来。好吧，这是两位执勤的安检同志。这点也吃的不能省。这背四个小时，这太不容易了。我的天哪，我们上来都费劲，你说这怎么背上来的？比起他们，我们活得太容易了。44个小时背上来，哎，太辛苦了。8毛钱一斤嘛，大概就是8毛钱一斤，100多斤。太辛苦了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